马太福音第九章一节，耶稣上船过海，来到家己的本城，拄当有人用蒲仔扛着一个变水的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看到因的信心，就对变水的讲：“囝，做你安心，你的罪赦了。”有过来文书心内讲，这个人欠管南山讲，耶稣知影因的心意，就讲：恁是安怎心内藏歹意思啊？也讲：你的罪赦，还是讲你起来行，对一项较快呢？总是要互恁知影，人住伫地里有下罪的权柄，就对变水的讲：起来。拿你的床铺倒去你的厝，那个人就起来倒去伊的厝。众人看到拢惊，就归荣耀给神，因为伊用安尼的权柄赐予人。九节，耶稣对遐经过，看到一个人名叫做马太，坐伫税关，就对伊讲：“你来对我。”伊就起来对耶稣。耶稣在厝内坐道的时阵，有真多抽税甲罪人来，甲耶稣参伊的门徒做伙坐。法利赛人看到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讲：“恁的先生是安怎甲抽税以及罪人做伙食饭呢？”耶稣听到就讲：“勇敢的人无欠用医生，有破病的人。”才用到圣经讲，我爱人民，唔爱祭司。这句话的意思，恁都去学，因为我来本唔是要招义的人，是要招歹人。十四节，这是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讲，阮甲法利赛人常常禁食，你的门徒颠倒无禁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耶稣对因讲：神经赛甲判错的人三角地带的时阵，判错的人敢会哀伤吗？独独时日未到，神经赛要离开因，彼时因就要禁食。十六节，无人用新布补伫旧衫，因为所补的迄块会旧哩迄领衫，破的就搁较大。也无人用新酒滴伫旧皮囊，若是有皮囊就裂开，酒流出来，连皮囊也煞歹。只有用新酒滴伫新皮囊，两项就拢保全。十八节，耶稣讲这话的时阵，拄有一个会堂的官长来拜伊讲：“我的查某囝拄好死。”求你来用手摸伊，伊就会好。耶稣就起来对伊去，温度也去。拄有一个妇人患着十二年的黑痨，惊我耶稣的脚趾后摸伊三指的手，因为伊心内打算讲，我干那摸伊的衫就会好。耶稣活当心，看到伊就讲。查某囝，做你安心，你的神救你啦。对迄时阵，妇人人就好。二三节，耶稣到迄个官长的厝内，看到有笨达来，佮有真侪人乌白话，就讲：提起这个查某囡仔，唔是死，是伫困。因就冷笑伊，众人已经赶出去，耶稣就入去。牵查某囡仔的手，查某囡仔就起来。这个风声传遍迄所在。二七节，耶稣对遐经过，有两个青盲人对伊话着讲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”耶稣已经入厝内，青盲就来到伊的面前。耶稣讲：“恁信我会做这个事吗？”因讲：“主啊。”阮信，耶稣就望因的目睭，讲：照恁的信，
甲恁成全，因的目睭就开。耶稣一再叮咛，会吩咐因讲：恁着小心，毋通予人知。因出去，竟然将伊的名声传遍迄所在。32节，因出去的时阵，拄有人将犯着鬼的一个一狗的带到耶稣的面前，鬼已经赶出去，一狗就讲话。众人拢奇怪讲，在以色列中，对头毋捌看起安尼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讲，伊是倚靠鬼王来赶鬼。35节，耶稣行透各城各乡，智慧堂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佮医好各项的病症。伊看到真侪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困苦四散，亲像羊无牧者一样。安尼对文道讲，要收的农作物多，做工的人是少，所以恁着求恩主，逼工人出去收伊的农作物。